他制住我的方式，但现在我们现在看到了二老型的泰式选手，上来就正蹬，而且战胜了腹部太极。一休是典型的这种，嗯，拧完后手拳塞进去，后手拳左右摆拳前扫，转身后摆。 铁云华经过了50多个小时的断水断粮的，这个中招很重。是铁云华一顶膝，好，那个顶膝好像有效果。哇，这个左腿的顶膝，这样的话，铁云华是以一个毫无争议的方法挺进了决赛。他将面对穆罕默德，这个侧面的顶膝啊。 顶在了对手的左边的这个内部，右边，没错，右边的肋部，干部，干部，对。这样的话，铁云华以一场毫无争议的 KO 的方式拿下了，姬修也感到很沮丧。铁云华获胜。搏击只为更男人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虎铁云华。关注中国搏击，请微信搜索"用之力"。